标识不够了，有有，这还有，这还有，这还有是吧？你怎么还没贴完呢？妹妹，你看姐姐一坐这儿啊，就心潮澎湃。小香甜呐，姐姐也是个多情的种子，结果下了一场雨，给淹死了。哎呀，妹妹，你知道最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吗？喜欢的男人是别人的，不喜欢的也是别人的。是不是那样？你咋不说话呢？你有啥不开心事？不开心事吗，妹妹？那你说出来，大家开心一下呗。妹妹，别不开心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妹妹，你看，那边有两个比咱俩还丑的姑娘。哎，你看人家穿的漂亮，你看咱俩这衣服穿了20多年了，那咱问问人在哪买的呗？怎么？把东西先收着，东西先收。我问问人家。行，好。吃饭了呢。东西先撂着。东西先撂干嘛呀？那衣服漂亮吗？这个好。那个妹妹，把咱那个见面礼拿出来给大家。见面礼，对，送给大家，咱不能这么没礼貌，对不对？你送他们一只就行了，回家炖了吃剩的。你这个送给你吧。比基尼在哪儿买的呗？瑞士买的。他说在瑞士买的，咱过两天游过去的。太远了，该扔了。妹妹，那咱去瑞士吧。我爸去瑞士。去瑞士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统计一下呢，这边不用数了。